白先生，所谓的太白先生就是哈，太太虚幻境的天籁之声。今天晚上就没有蓝眼泪，为什么没有蓝眼泪呢？我们的导游都会看这个白白这个潮水，如果这个潮水是朱红色的哈，我们叫做赤潮，那么赤潮来的就是晚上的蓝眼泪，蓝眼泪它是窝边毛藻，白色的就不是了哈。